想唱和拉唱。嘿哈嘿哈，香肠香肠，我爱中国香肠，不吃香肠心发慌，吃了香肠我心欢。等一下，我调一下尺寸。等一下，很久不看，晚上好。等一下，等一下，等到11:30，11:30人到齐，我跟大家说一下。就为什么我会在这个奇怪的时间点出现在这个奇怪的地方。对，就感觉好像一个多小时之前我还在店里面，我还在浇花，还把我的番茄叶理了一下，没多久我就回，对，就很魔幻现实主义。就等一下，等人到齐，我跟他们说我是10:30开播，等人到齐了，那个跟大家说一下，接下来的直播你们应该会经常看到我，就忽然这样冲过来，莫名其妙的，感觉自己像个憨批。哎呦，还要加个又，不好意思，声音哑了，说了一天的话。有没有人能听出来这声音哑的一匹？但是不影响我小声说话，我小声说话还是超可爱的。要不我们还是小声说话吧。等一下，我咳嗽一下。啊，听错了。我跟大家，还没到10:30吧？那等等啊。今天换主播了没有啊？睡觉了，小声点挂。你10:30睡觉的吗？谢谢心仪爱吃红烧肉。不是，你10:30睡觉的吗？那么健康吗？谢谢红烧肉。翻翻存货，发现在直播啊。其实昨天直播，下一次直播应该是明天晚上。但是明天晚上还是有直播。明天晚上不影响明天晚上直播的，明天晚上还是有。哎呦，我邻居到家了。我今天变音了，因为我说了一天的话。就是那个嗓子有点疼，我今天真的说了一整天的话，一整天没停过，你知道吗？就是我大概说了，我算一下，我起码说了9个小时的话，再加上即将直播的时间，我今天讲了超过10个小时的话。我现在来一首，就六六，你别笑，我跟谁说话你心里没点逼数是吧？谢谢基努林林。我现在如果唱汪峰的歌，就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真假难辨。我给大家模仿一下，我现在这个嗓子特别适合唱汪峰的歌。虽然说在了苦等你压得最难受，什么？你会听到我这个世界的葫芦娃。哎，算了，还是学周迅吧，我学周迅比较像。有点冷。谢谢 punk 的愚人。不是，那个周迅有什么歌？我现在，我想要怒放的生命。我跟你们讲，谁一天说9个小时的话，嗓子还能发出声音都算他牛逼好吗？就不要对音色有挑剔，就我现在还能说出话，还能坐在这儿，我都觉得很厉害。好了，12:30到了嘛，到了那个。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是愚人节对吧？然后我今天下午，前段时间不是跟大家说，就是我那个我不是跟 T 站的那个合同，就直播合同几年之约，在3月份到期了，谢谢明雨天，
谢谢明宇天的心动卡。然后呢，就是然后不是说在等他们跟我续约嘛，续约了之后听说直播要求时间会加长，直播天数也要加长。然后呢，我就今天去上班了，我今天在店里面一整天都在。然后下午的时候，对，在愚人节，谢谢叶，在愚人节的下午，我收到了 B 站管理层给我发的消息，说就是续约的事情谈妥了，本月生效。然后我当时一听还没意识到什么，我晚上在店里忙到一半一想，不对，本月生效，那就是那个翻倍的直播时间还有那个增加的直播天数不是现在就开始算了吗？等等，我合同还没签啊。所以那个就是我就跑回来补直播了，因为接下来直播要更努力了。对，然后所以我现在正在努力的拼搏一份我还没有签到合同的直播。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今天在想，如果他明天跟我来一句诶愚人节快乐，我会不会很像傻逼？我晚上8点多的时候一想明白这个事情，我直接把电往边上一丢，滚你的彩耳电，然后我就蹦蹦蹦蹦蹦跑回家了。对，滚你的彩耳电这句话开玩笑的，不可能的，我超爱我的小电的，你知道吗？我一算不对，这个时间，因为现在是这样的，他有要求说一个月要播满多少天，一天要播满2个小时，这一天才能生效，不是说我这一天随便播个1分钟。对，哦，不是，一天要播满几个小时，具体几个小时呢？主播不方便透露，这属于合同内容。对，然后一天要播满几个小时，对。然后我一算，哎，我晚上回来直播，再加上我违反什么合约？我还没签呢，然后我都没收到，我就回来旅行了。就是他要求说一天要播满多少个小时，这一天才算你直播过了，你知道吗？谢谢。然后我一算，我今天凌晨播到1点多的。晚上再凑一点，凑几个小时，加起来，哎，我今天就算完成了一天了，对，所以虽然今天起得很早，在店里忙了一天，然后现在嗓子也很疼，整个人都有点那个，而且应该能很明显的发现，我就是上过班回来直播，脸是不水肿的，能感觉到吗？这个脸就这个，你们谁家里有地，我可以去帮忙理一下那种。不是签了才开始生效吗？他是按月份来的，他意思说这2天就可以签了，所以这个月生效。然后我就懵逼了。这我现在最难受的是，我还没有计划我要放假的那个，然后我悲惨的旅行合同的日子又开始了。我还没放假，我从去年11月份开始直播到现在，包括连过年我都没有放过假。我本来准备比如说3月份合同结束，5月份合同生效，那么4月份我要出去玩，我现在哪都去不了。谢谢爱笑的天才，而且我能想到未来的日子也哪都去不了。咳嗽一下，可能是新冠。起码大家对顾村公园盼日游这话你讲得出来的，你的良心不痛吗？顾村公园盼日游，我家打开窗下面就是顾村公园，你跟我讲顾村公园盼日游，我小气小气小气。然后呢，今天开播之前我跟林丽说，我说叫林丽在直播群里通知一下，因为不是正常的直播日嘛，然后开播，我让他去通知一下直播。然后我在点开打开直播之前，我就在想个问题，如果我不播了，
花式夸夸是什么？谢谢建锤，谢谢爱笑天才，还有挂机。花式夸夸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怎么那么可爱？这个是新道具吗？谢谢福福，还有小小花，谢谢福福的天空之翼，谢谢福福。然后，哎，我刚刚说什么来着？哦，对，对，那个，有人记得我刚在说什么吗？哦，对，我刚才想个问题，我让林丽在五个群里都通知了我今天晚上直播，如果我不播，林丽会不会被艾特到爆炸？然后林丽只能说啊，愚人节快乐，她只能那种啊，对，跟大家开个玩笑，然后被几千人的群弹劾，下了她的管理，逐出433直播间。一想到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林丽消失在这个直播间，我有那么一瞬间，对，我立马就点开了直播，不可能的，不可能让林丽消失在这个直播间，我立马就点开了直播，吓得自己。谢谢青蓝色调，三军已经开始预备了，蛇连一把扇子，一个钥匙扣，没送那个，好像说是送那个金谷子比较好一点。银谷子还容易可能抽不到，昨天不是有人说嘛，说银谷子90%不是实体，金谷子6%不是实体，金谷子好一点，如果你是一样失联的话。嗯，对，因为我今天说了9个小时的话，嗓子有点疼，见那个，要不我小声说话吧，就这样，明天就被林林说了，来个金的，好呀，我没骗你。好像我们直播间到现在只出了一个欧皇吧。谢谢剑锤的愚人，谢谢没想到。我们直播间好像到现在只出了一个吧。我看他有个榜单的，就是哪个直播间出过那个欧皇，人家直播间都出好多，我直播间只有一个，而且还是一发入魂呢。谢谢小小花开的金谷子。啊，我发现了，就，哇。就是也不是天天直播，我现在还没规划，因为我今天下午收到的消息马上在店里忙，我还没有那个规划，我准备下播之后呢拿一个日历出来仔仔细细的算一下怎么把这些时长分配到哪些日子上直播，但肯定会比以前多，时间上来天数上应该会多几天，时间上来讲的话应该是多一倍还多，我算算啊，一倍还多十几个小时，多1.5倍，对，就是跟我以前的直播时间比起来多1.5倍，就我以前如果一个月播3小时，现在就是一个月播7.5个小时，你快要把合同细节说出来，没有，我没有直接说，谁会傻到直播说合同细节，你那么是不是傻呀？我今天说的话都不信，好吧，不信就不信吧，反正就这么回事，我也很难受，好吧，我被愚人节通知了，搞得我现在说什么话都没人信，我前面还在群里面说，我说我被愚人节通知了，说续约了，然后我要回来开播，结果群里面都不相信我今天开播，因为我是那么的准时，我准时到我直播的5个月，除了胖丁去吊盐水那天，我说好一天隔一天就一定一天隔一天，当中就没有断过，唯一一次是实在没有办法，胖丁去吊水，我不可能把他丢在医院里自己回来，跟胖丁说，胖丁你吊完水自己回家哦，对，回去给你赚小鱼干，然后那个，还没签到合同我就来履行合同了，就喜欢人，对，所以一般来讲，对我直播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有规律的，就是大家知道这个时候来一定会在的，有那种很安心的感觉，我不太喜欢就是比如今天播明天不播，然后你们过来今天比如想看，哎，进来发现黑屏啊，明天你们有事了，或者说觉得我应该不播，结果我一个人坐在这里傻乎乎的播，所以还是要计划一下，看看后面的怎么安排，我看一下阿木西给我留言啊，谢谢大 C， 谢谢烟雨，阿木西乖姨抱抱我。
我靠，真的，我跟你道歉，我要么爆破你。谢谢 MC 的留言，你今天说一些计划都没人敢信的。哎呀，信不信你们到时候看就知道了。谢谢，谢谢小小花开，小小花开被银谷子迷上了。可以了，可以了，那开始助眠了。今天因为我上了一天的班，人有点累，所以今天就不播到12点半1点了。明天晚上开始，以后的直播都是10点钟就开始播了，播到晚上1点钟，播到晚上基本上1点半左右。对，我要不要写个东西什么的？我下播之后，明天我发个动态吧，就以后的直播是晚上，对，往前跟往后都加半小时，往后其实加了1小时。还不信，我要不过了12点再跟你们讲，你们怎么那么轴啊？啊，我上了一天班的人，跑回来还得在这里跟你们争论呢。那么认真，这不是你们看我的脸，你们看到真诚了吗？谢谢谢谢大 C， 真诚就看到了吗？就。我嗓子都痛了，我回家撸撸胖丁，玩会儿雀鸡，我不香吗？我非要过来让你们质疑我。不行，今天嗓子是真的疼。我们今天就播到12点吧，然后明天开始是10点钟就开始播，我一般会提前几分钟，对，9:55啊什么就来，好吧？好，开始助眠了，我把声音放小了。等我把具体的那个直播计划做出来之后，我给大家发公告吧，或者群里面通知，或者直播间边上以后写一个。嗯，我是今天下午刚收到的消息，我现在还没有把计划做出来。完了，我的声音，我的宝娟，宝娟，宝娟，我的嗓子怎么了？宝娟，不是跟原来一样，跟原。谢谢初阳赵小晨，我先喝点水，我嗓子是真的疼，是真的很疼。以后会比原来多，我做好了直播计划，我会通知大家的，我到时候会发公告的。好的，开始做助眠了，我要小声说话了。谢谢要随便的银谷子，我就不信我以后直播，我就不信我以后直播天数变多了，直播时间变久了，陪伴大家的日子更多了，我还破不了200件，我就把这个挂这儿。我觉得不需要几天，这个东西就可以撤掉了，就这个，就这玩意儿，从直播间抽的一批。我的耻辱公告。谢谢谢谢玄风。好了，声音跟以前不一样。我今天累了，真的挺累的。我店里面上班都是12小时起算的，好吗？好了，来吧，开始了。你们可以把耳机戴上了，今天播到个12点，明天开始10点钟直播，先来个音乐振奋一下。这今天不可能录播，我刚刚直播说错话了，我刚刚直播说错话了，今天这个不能录播。哦，我没有说错话，我直播从来不说错话。站个先放一会儿。谢谢大 C， 怎么变180斤了？因为你没上场啊，我在等你啊。我跟你们讲，我准备接下来谁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这么回答的。我上两次直播，每天都有。谢谢旋风，谢谢旋风的人鱼，每天都有很多人问我，怎么只有这点穿啊？怎么穿越来越少了？
讲，因为你不上传。我看还问不问。谢谢你啊，小鹏。我有邻居到家。怎么穿越来着？因为你没有。因为你没有开十个号给我整的。好了好了，挺够了。雨欣怎么穿越来越少了？对呀，等你呀，给你留着位子呀。哇，你们几个逼是真的烦。谢谢小胖，谢谢大 C， 好妙星辰。
习惯就好了，习惯就好了。还有我直播间的人，你们忘了前两天那个 I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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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个门算什么？对，我感觉有人要关门了。我懂了。
就是跟他以前比起来，的确要稍微没办法念。
想想都觉得很可怜，还是写一个吧。神他妈收到，明天大家10点半到，你们做个人吧。看看，哇，这字谁看得清啊？等一下，我选一个什么颜色的？这个颜色够明显，还不够明显。
说一下，就说一遍，因为我前面说过这个事。我下午收到通知，新合同这个月生效，要加很多直播天数，然后我就立马从店里赶回来，临时开了直播，对，然后下播之后再慢慢盘算往后的直播要怎么做，然后做一个排版表发给在座的，对，发B播也可以，发哪儿也可以，对，接下来就要做新的直播计划了，然后明天晚上还是有直播的，以后直播都是10点钟开始。觉得我
交流的小伙伴都是刷了礼物的吗？那我一晚上得有多少礼物啊？在静安区就是老闸北，正常没见过，但是也得见其他的都见过，都挺可爱的。谢谢爆米花。
摇身肯定别人。他们，我直播间的人对黑丝，就是袜子，有一种谜一般的迷恋。有可能是。
你看直播，连个弹幕都不发，或者连个关注都不点，那就太过分了。你们懂我的意思吧？就看到这个直播间没什么弹幕，我还一个人自言自语、苦苦支撑的时候，不送礼物倒没事儿。对，我可以等你长大。但是，对，但你们如果什么时候进来，看到我一个人坐在这里，弹幕就飘过去两个，一个是大咖，还有一个是点点点，然后我一个人在这整活，这种时候你们连弹幕都不帮我撑一条的话，大家就不是兄弟了，好吧？这是这个直播间的底线，懂了吧？以后就。
恍惚了是吧？谢谢 Frank 的留言，五个不至于，五个不至于，我一天大概就涨，也没比五个多到没，但是五个不值得。
种可能就是大家都不会是愚人节吧，不应该不会，你们都说出了是谁，是谁没打好，谁怎么样，应该不会，应该不会。心意
这人鱼好像还能明天还能看一天，后面就看不到了。这人鱼超可爱的，两个小脚脚的，哎，这个声音好听。谢谢小呆呆。Thank you.
是新的大白熊，大白熊。谢谢大白熊回来啦！谢谢上天。哇，我前两天经常有的，就是以前的。说